除了你现在的1300亿，有没有能不能提出另外的计划？部长有没有这个决心跟魄力，能够跟行政院争取？也许不是今年，但明年能不能出来？跟委员报告，我会努力的，因为我是感同身受的。但是要跟部长是跟委员报告，教育部这些年来在整体的一个预算，教育部的一个补助是从大概七十五亿左右增加到将近80亿，也就是七十五亿增加到八十亿，逐年增加。如果以这一个来讲，因为陈校长刚好在媒体里边特别提到，举例的这个东北大学啊，东北大学每年都有100亿的这个日币的一个补助啊。我想，如果以教育部的这一个75到80亿啊，大概我们简单乘以3倍，我相信我们在至少也有250亿到将近300亿的这样的一个补助给台大。我想台大是一个非常优秀，是台湾的一个标杆大学，我们会全力来支持它。但是怎么样让科研的能量在国际化的一些这些努力，我相信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共同努力。